把直升机从机库拖到机坪呢？一般来说，我们直升机它是没有轮子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加装一个轮子，然后通过我们的小车可以把它拖到机坪。首先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加装一个轮子，然后用杠杆把这个起落架抬起来。然而，连接到前方的一个小车的起落架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飞机抬起来，然后拖曳到我们的机坪。下面呢，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安装这个起落架的轮子。首先在这个地方有个这个小孔，我们要将这个轮子安装在这个小孔上。插上安全销。之后用这个杠杆。让我们的起落架离地。至于前轮，我们可以用这个装置。来回操作使前轮离地，放下时我们也是同样放下。